网友在自家花园喂食了狐狸家族，没想到从这天起，狐狸家族经常来访。Good morning, gorgeous guys. 56岁的沙伦修斯，他已经喂食了同一家族25年。我们现在喂食的是第四代的狐狸了。我记得曾经喂食过他们的曾祖父母。这些狐狸非常友好，经常给我们带来像老鼠之类的礼物，会把礼物留在门口。他也会喂食剩菜剩饭、披萨、鸡蛋、中餐外卖和鸡腿等，解决了食物浪费的问题。狐狸们也和他的猫咪相处得很好，他们非常温驯。